我以前从来没有担心过自己的未来，从来没有想过疾病会离自己那么的近。直到后来我的健康出了问题，我才深深地感觉到，没有了健康就没有了一切，这一句话的真实含义。是程燕使我重获了健康，是程燕给了我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我确信跟随陈昭飞博士，跟随程燕，我的人生将会更有意义，更加精彩。我来到美国是要寻找那个曾经属于我自己的美国梦，但是我只顾辛苦的工作，慢慢的忘记了要享受生活。因为找到陈燕，结识陈燕，把我从迷茫的状态中唤醒了。陈燕伙伴教会了我怎样通过努力去享受人生，而不是活着只是为了工作。我又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美国梦。现在我跟着陈燕拥有了美好的人生，我的梦想也将变成现实了。从前我曾拥有过，我至少我以为我拥有过一家生意非常好的连锁店。为了这个事业，我倾注了自己的金钱和汗水，而最后我却失去了它。而今我拥有了自己的程燕事业，再也没有谁能够从我的手里给抢走它了。认识的是程燕事业，我再次投入我的努力，我跟随的是程燕，我的梦想将会实现。五年以前，我只是在家里带带孩子，和一些朋友做做晨宴，并不那么在乎赚多少钱，因为我从不用担心我的财务状况。但随着我丈夫的突然离世，我的生活一下跌到了低谷，而我的财务状况也出现了危机。但是我还有陈燕，我相信陈燕，我也相信自己，在最困难的时候是陈燕伙伴向我伸出了援手，是他们的鼓励给了我希望。现在陈燕给了我财务的保障，但我并不想在此止步，我还想跟随陈燕实现我的梦想。我知道陈燕会帮我实现梦想，因为我已遇到过无数位的陈燕人，虽然他们生活在世界的不同每一个地方，却每一天都在实现着他们的梦想。我也亲眼看着团队中伙伴们找回他们的梦想，取得令人钦佩的成就。请您相信自己，相信你的梦想，相信陈燕吧。只要坚持自己的信念，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。